韓國女團少女時代紅遍亞洲，不過近期就新聞多多，成員 Jessica 仲突然被退團，搞到組合九人變八人，真係意想不到啊！當中24歲嘅主將允兒有一對非常誇張嘅長腿，好精神甜美嘅笑容，一直都係團隊嘅風頭等你。允兒早排嚟咗香港，仲喺酒店幫蘋果影靚相做專訪。当然唔少得要 show 一 show 对美腿啦。允儿话觉得自己一对精灵嘅眼睛最可爱，不过原来双眼都令佢好困扰噶。佢讲咗个小秘密俾苹果听，就系、是、原来佢系大细眼噶。允儿话每一次影相影出嚟，对眼就会一大一细，分别好大，令佢好头痛、哦，真系睇唔出、哦。女团组合出名压力大，允儿话同队友之间好好感情，有压力时就中意静静听下歌或者揾人倾下偈，咁讲下讲下就冇晒压力噶啦。少时由2007年出道到依家，佢话多年嚟经常都有一首歌响脑海不停闪过，就系、是、初出道时嘅 Into the New World。佢话因为呢一首歌先令佢哋由成功走到依家、哦。少时现时分咗小队发展，允儿中意歌影视边样多啲？允儿话自己唱歌演戏都咁中意，因为无论做咩事都希望自己快乐同健康。其实同所有偶像一样，冇 fans 就冇少时。问佢印象中最深刻嘅 fans 故事，允儿就竟然话冇。佢唔会只记住一个 fan 或者一个时刻。因为每一个 fans 同每一个时刻对佢都咁珍贵，自己会努力达成梦想，令佢哋更开心。fans 真系听到冧晒啊！至于香港 fans 咧，允儿话多谢大家经常带俾佢好多欢笑声同支持，应承会多啲嚟香港探 fans， 叫大家继续爱佢，为佢加油、啊。